时间啊，过得真紧啊！这时，师父出门，就是岁月祝福。目前的你呢？那新的一年哦，你都快速的到来了啊！所以呢，我们还是爱好好把握时间，因为现在啊，天下呢，好像时间快速的过去，我家己的感觉是嘛，过得较紧啦，是不是？现在啊，感觉真无闲。天啊，天下事哦很多，是不是？过去啦，咱从自这开始的时啊，咱就是安尼，啊，五个人啊，来宣导，互人知影，五个人都会当祝福啦，点滴回合需要的人，咱都会当帮助予人。迄当阵真正做代志啦，拢是很自不量力。我安尼想要做，大家人都感觉讲较舒服，安尼遐尼正单薄的力量。他要担遐尼重啦，哎呀，大家人呢来斗个师父负担，所以相应我去病院，所以啊，病院哪伫咧去啦？啊，我都爱哪爱找医生啦，所以那段时间呢，真正是吼，现在回忆啦，也感觉讲吼。真无简单呐、啊！盘点自己的生命，也感觉啦、啊，时间真浓缩。这种是把握时间，一脚步啦，爱死的脚印，总是那段时间，也要祖先，也要医疗，也要人文。也要做教育，一连串直直来，就如头前这个师兄，啊，这个师兄呐，的面顶当作是须弥山，一只小小的高牙，很自不量力，总是呢往上爬，那一段一段，我爱坚定我的志向。我这段的人生啦，开始安尼爬，无法度坐到去你个面顶。我认为啦，可以呢，一张安尼去哩，接着搁一张，搁安尼去哩，安尼呢，高高往上爬啦，爬到啦最顶峰。啊，迄个最顶峰是多位呢？那就是感悟，哎，自在人啊，咱的自性对，足有智慧的啦。师父讲到这，因就坐到遐，看他们啊，也已经呢，把规个苏密山做起来啦，因呢，把高峡也做起来啦。我伫彰化，因安尼摕出来互师傅看，哇，一顶一顶啦、啊，四米山，哎，不断不断地绕啦，唔知爱绕偌久啦，才有法度盖起个山顶入去。我真感恩，因甲四米山以来，咱呢回客室互师傅看。我真的很感恩，
只要师父想要做，大家人都响应。只要师父呢，一个形容，因呢马上就甲做敬起来。所以讲哦，有心、有愿、有力，自然呐、啊，都会当到达咱所理想的最顶峰去。实在是吼、哦。让我真有信心。过去生啦，我若无甲遮侪人结福缘啦，哪有法度呢？今生出世，这个时代呢，真正是吼，需要甲人呢，赶紧紧集合，赶紧呢呼吁，赶紧甲迄个无名顶。啊，沉睡啦！该大家人叫精神，唔通想要休困，醒起来再往前爬。咱吼真无容易啦，安尼一直爬爬爬，现在呢来到人道啦，再往上爬，那叫做天道。啊，那我呢？我感觉讲吼，我已经爬到这里啦。我无想要阁走去天道，我想要伫个家，安尼一直来来回回，我愿意。师父定下要甲大家讲，咱的心爱时时爱有佛心，咱爱记着。咱甲佛是同等，但是呢，这个距离啦，咱爱个安尼起来，才有法度同等。啊，要安尼起来呢，还是一段真长的路。啊，这长的路呢，周边爱有好姻缘，所以咱就爱感恩咯、哦，感恩咯、哦，互相成就，咱才有法度生生世世啦。有善知识，在人间的苦难，就需要呢，要有菩萨的成就。曾经师父讲，来不及啦，来不及。这现在我嘛要安尼讲，但是呢，惊人心会伤急，所以啦。就是期待大家人爱合好互协啦，咱爱改善虔诚啦，人人爱修改，修改还要呢互改，咱还要呢立人君，还要去布施。那在这条路上发心精进。这就是时间不管，都是滴滴连接过来，所以咱唔通放弃啦。这个、人生菩萨道，这叫做佛法，佛法在人间，咱爱真正用心，也难呢。时间伫咧过，咱有一项爱增加，唔是干那年岁增加。咱慧命爱会记哩，这个生命总是呢会变。啊，咱的慧命，咱若精进啊，慧命会增加，生生世世顾好咱的智慧，顾好咱的慧命。咱现在发心行菩萨道，那安尼不断定贴方向。就是对的，这呢，生生世世，咱的方向都是在菩萨道。释迦牟尼佛，伊的法啦，靠咱两千多年后的现在，要搁个传落去，咱来到这，教佛法再提升，人甲人又较近嘞，迄个爱啦。
较贴切一个，那咱要布施啊较近一个，咱双手骗布施。菩萨有发心带来人间，跟有缘人结缘呐，所以还是呢，未来苦难的众生愈来愈多，所以需要咱不断勉励，不断发心，爱入缘，要走入人间来，安尼呢，这个人间都有救啦，因为这个地球还要真长。所以咱生生世世不断爱延接落去。